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姐姐周末喜欢在家上网。爸爸周末喜欢做饭。妈妈周末喜欢看书。哥哥周末喜欢听音乐。玛丽周末喜欢在宿舍睡觉。小美周末喜欢上网购物。玛丽的弟弟周末喜欢健身。小美的同学周末喜欢去图书馆做作业。周末玛丽的哥哥喜欢在宿舍玩电脑游戏。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